各位亲近大家好，各位老师大家好。下一集让我们来介绍。韩老师还讲到的都不行，跟我讲。很紧的，对我很紧张。对，很紧张。首先谢谢哈，谢谢他的教练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参会，我以为这是特别的有意义。我以为是教练邀请我来，所以我就抛开所有的事情。所以我今天早上也到了彭甲那边去看了一下，然后发觉我们还是田径还是很有希望。对，那希望未来彭甲跟台体，然后感情会越来越好，然后交流越来越多，然后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中部。地区好像大部分都这个换小的哈，凝聚力和结合作能力要越强，对，然后不要仅局限于是在甲组、公开组跟一般组，好像是能够大家互相交流，不管是技术上、经验交流、比赛或者是任何的层次上，我们都要互相的帮忙协助，还有做一些更好的一个资源。谢谢各位的邀请，谢谢。谢谢一下我们陶老师，感谢你。